OK，弟兄姐妹早安，哦不，晚安，我们是早安，你们是晚安。OK，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者真的活着，神啊，你永远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神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是很纷乱的，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每一次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的时候，我们就满有平安，满有喜乐，因为知道我们靠的是一位大能者，是一位全能全知的真神。神啊，我们真的渴望把这样的信息带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认识你，让更多的人归向你，让更多人让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满有喜乐，满有平安。我们自己得着了，我们也希望别人得着。感谢神，我们把今天晚上所有的事工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求圣灵降下与我们同在，指导我们的学习，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透过圣经的经文与你更加亲近。谢谢神，我们知道还有弟兄姐妹在来的路上，或者是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什么事情还没有办法走开，求神也保守他们，平安喜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是 X 啊，X 呢是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讲到很多，耶稣走了以后很多使徒的情况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第五章啊，第五章的24节，我们看一下这个 On hearing this report, the captain of the temple guard 是守圣殿的人啊，这个叫做守圣殿的，他叫 temple guard captain。Captain 一般来讲，就是他是有一个官衔的哈，有一个官职的。他的负责呢，就是专门是在守圣殿的这样的工作啊，在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OK，好，这个守圣殿的这个人呢，他知道就是说有这么一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and the chief priests were puzzled. Chief priests 哈，这个怎么会就？明明抓到监狱里的人就不见了，怎么会就放出来了呢？啊，Chief Priest 呢是那些的祭司啊，祭司长。然后呢，所以Captain of the Temple Guard 这些管这个守圣殿的这些官哈，这些等于算是侍卫队的队长一样哈。这些队长啊，这些祭司啊，他们的 puzzle，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个样子？Puzzle 就是想不明白的意思。Puzzle 名词的话，可以说是一个拼图，对吧？哈，就是想不明白的时候。然后动词的话，可以说它是非常想不明白，心里觉得奇怪，wondering what would come of this。Come of this 是这件事情将来随着这件事情来的会是什么东西啊？所以 wondering 他们就在想。在想，不知道这件随着这件事情而来的是什么东西，奇怪了。OK，then someone came and said，这时候有一个人就来了，他说：“Look，the men you put in jail are standing in the temple courts, teaching the temple, teaching the people。”他说：“你们看呐、啊、，the men you put in jail 是你把他放在监狱里，收在关在监狱里的那个人，are standing in the temple courts。”他就站在圣殿的内院里面啊，就站在圣殿的这个院子院墙里面，他正在教导别人呢，教导人啊，所以他们也没有跑，他们自己就到圣殿里面来了啊。OK，at that，就在那个时候呢，the captain went with his officers，所以我们知道守圣殿的这个官衔有一个叫 captain，像下面的人叫 officers，就是那些像军官一样这样子 officer 啊，captain 是他们的队长。这个队长呢，就去把他呢跟他的这些军官，他就跟他们一起去，and brought the apostles，把那个使徒带过来啊，brought the apostles。They did not use force，use force 就是用力量，就是强制的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Because they fear
that the people would stone them.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时候用强力的方式的话呢，怕这些人可能会拿石头打他们啊。这个 stone 在这里是做动词用，拿石头打他们。OK， 好 ，Having brought the apostles， 他把人带到了 ，They made them appear before the Sanhedrin。Appear 是让他们出现，站在这个 Sanhedrin 啊，是他们的公会、公审会的面前。让他们站在那里做什么事呢 ？To be questioned, be questioned, 被质询、被询问 by the high priest 啊，让大祭司来跟他们问话啊。Be questioned by the high priest. OK， 28节 ，We gave you strict orders. OK， strict orders 是非常严厉的规定。严格的规定叫 strict 啊 ，strict 一个人很，比如说我的父母亲很 strict， 指的就是他们很严厉哈。我们给你很严格的规定啊 ，not to teach in this name， in this name 就是奉这个人这个名字，你不可以奉这个名来去教导人。我们已经给你很严格的规定了，告诉过你了啊。He said， yet 是一个。转折语气，然而你呢 ？You have filled Jerusalem with your teaching， 但是你把这整个耶路撒冷城 filled Jerusalem， 是指把耶路撒冷整个都充满了 with your teaching， 用你的教导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给充满了。你到处的这样教啊，意思就是到处的你的教导整个充满在耶路撒冷城里面。And are determined to make us guilty of this man's blood. OK， 然后determine 这个地方是你想要这样做。OK， 你是不是已经铁了心了？决定就是要这样做，因为你们做的太决绝了。OK， 你们决定要这样子做，决定确定要这样做。OK， 你们是决定确定要这样做，怎么做呢？Make us guilty， 让我们 ，OK， 让我们是罪恶的，让我们变成是这些罪恶的，是有关什么事情呢？把这个人的血债都归到我们的头上，这个人的血啊，这个人的血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死掉了，钉在十字架，所以你们是想把这个人他的死亡，耶稣的这个死亡这件事情，这个血债就归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有罪吗？你们是想这样做吗？啊 ，OK， 所以下面你看 ，Peter and the other apostle replied， 但是呢 ，Peter 跟其他的使徒说 ，We must obey God rather than man， 没有正面回答他 yes no 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说，我们必须要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啊 ，rather than 而不是怎么样，所以两相比较，我们是要顺服神，我们要听神的话，而不是听人的话啊。The God of our fathers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God of our fathers， 注意这个 fathers 指的是我们祖祖辈辈，我们的先祖的这位神呢。Raise Jesus from the dead. Raise from the dead. 他已经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Whom you have killed by hanging him on a tree. 啊，也就是那一位，你把他挂在这个 on a tree 是像一个树上一样哈。其实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他的那个十字架。OK， 你把他挂在一个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这个 tree 呢，指的就是木头十字架。把他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你把他弄死的那一位呢？他已经复活了。God exalted him. Exalted 是高举。神呢？我们的神高举他，把这个人高举。To his own right hand， 他已经高举他，让他在他的右手边。As prince， yes， as prince。这个 prince 呢，指的就是说。一般现在我们来讲 ，prince 好像是像王子啊什么讲啊，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说他已经做王了，做君主了 ，OK， 做王了 ，as prince， 因为我们有一位 God 是我们的王，对吧？他的儿子当然就是 prince 了，就是王子。
And Savior, 他也做救主啊 ，Savior, that he might give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to Israel. 所以 he might give, 他就可以给什么东西给以色列呢？两件事情，一个是 repentance, 一个是 forgiveness 啊。所以 repentance 呢，这个是悔改的心，好，他翻译成悔改的心 ，repentance 就是悔改的意思。他把悔改，还有呢 ，forgiveness 啊，这个是啊赦罪啊，这两个他都可以 ，forgiveness of sins 哈、啊，他可以啊赦罪啊 ，forgiveness of sins， 还有 repentance 这两个可以给到以色列，他可以把这个赐给我们以色列人。We are witnesses.Of these things, 啊，我们是这件事情，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都见到了。And so is the Holy Spirit. And so, 如此这般，同时呢，圣灵也是见证人。所以不止我们见证，圣灵也见证。Whom God has given to those who obey him. 这个见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就是神给到这些遵从他的人的话，顺从他的人的话，神就把圣灵赐给他。 OK， 好，我们再看下面。When they heard this, they were furious. Furious， 当他们听见这件事情，他们极其愤怒。 Furious 像火一样烧起来的那种愤怒啊。And wanted to put them to death. 他想要把他们给致死啊，他们就极想要。这个 wanted 是非常强的欲望啊，就是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了，一定要这样做，把这些人致死。Okay, but a Pharisee named Gamaliel. 这时候有一个 Pharisee 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叫 Gamaliel. A teacher of the law. 他是个文士啊，是个文士。Teacher of the law, who was honored by all the people. 他是非常敬重啊，非常尊重的，所有人，所有人都非常敬重他，他是有好名声的。Stood up in the Sanhedrin. 他就在这个公审会里就站起来了啊。In order that the men be put outside for a little while. 他命令。他吩咐就是命令叫这些人怎么样呢 The men be put outside The men 指的就是那一批使徒们哎呀把这些人呢、啊、Be put outside 把他们放到外面去、啊、放一会儿、啊、For a little while、啊、把他们暂时的带到外面去吧、啊、有些事情他们 要说话在里面开会不好说好 Then he addressed them OK这个 address 呢，意思就是说，他就提到跟这些人说话 ，OK， 跟这些人说话的时候 ，he addressed them， 他就提起这样的事情，说起这样的事情，他说 ，Men of Israel 啊，以色列人呢啊 ，consider carefully 啊，consider 是你们要考虑谨慎一些 ，carefully what you intend to do to these men， 对于你们要对这些人 ，intend 是你们。意图想要做，企图想要对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你们要仔细的考虑啊，要小心，小心 ，carefully。Okay, some time ago， 之前的事情啊，一些时候之前 ，Okay, Theudas appeared. Okay, Theudas appeared, claiming to be somebody. Okay, 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 Theudas 啊。他出现了 ，claiming to be somebody， 他自己说自己是很是个很重要的人，自己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OK， 他说他很厉害啊，很怎么样 ？To be somebody 就是说，他说他自己很重要的意思 ，somebody，OK、okay?。And about 400 men rallied to him，OK、okay?。这个时候有400个人 ，OK。这个时候有400个人呢都是跟随他的 OK 跟随他的 OK 那么 He was killed 当时就是曾经有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人呢他后来呢就被杀了 He was killed All his followers were dispersed 所有他的、追随者、跟从他的人、就 dispersed 了全部都散掉了 And it all came to nothing、最后呢
归于什么都没有啊，这件事情就是最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好 ，After him, Judas the Galilean， 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之后呢 ，Judas 犹大的这个加利利啊 ，appeared in the days of the census。这个 census 呢是户口普查的时候，人口调查的时候，就在那个人口调查的那段时间呢，又有加利利人，犹大的加利利人又起来了。And led a band of people. A band of people 是指一群人 ，OK， 领导了一群人。In revolt 也是一样，也是跟随他。OK， he too was killed. 那个人呢，所以他们犹太之中呢，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啊，都是有人起来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又这些人也没有做什么 ，OK， 最后也没有产生什么效应，所以呢，他就讲说这些事情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哈，因为这种处理的方式呢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实在是人的鉴察力是非常有限的 ，OK， 所以 in revolt 是。他是反叛，这些人他领导一群人起来也是反叛了，这些多半指的就是宗教上反叛了。He too was killed， 这个人也被杀了。And his followers were scattered， 啊 ，scattered 这个我们学过，就四散了，散开来叫做 scattered， 啊，所以已经举的例子有两次都是这样子，这些人领导了一些人起来反叛，可能在宗教上对立做什么，然后这些人呢？被杀了以后又归于虚无，什么都没有了。好，现在他说 ，Therefore, in the present case， 因此呢，在目前的这个案子 ，present case 是目前的这个案子 ，I advise you， 我建议你们啊，我给你们的建议是 ，leave this man alone， leave alone， leave alone 是不要管他们的意思啊，让他们自己留着吧，不要管他们。Let them go， 让他们走，让他们走。For if their purpose or activity is of human origin, it will fail. OK， 因为呢，如果他们的目的 ，OK， their purpose 是他们的目的，还有他们的行动 ，activity is of human origin， 是 origin 是它的出处，它的出处是人的出处，不是神的出处的话 ，it will fail， 它自然就会失败的啊，不会成功的，因为不是神要他们这样做的啊，所以你们就别管他们，他们到时候他们做的，如果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神的，自然就失败了啊，别管他们。But if it is from God， 假如是出于神的时候的话，you will not be able to stop these men。如果他们做的事情是出于神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停止他们的。OK。那如果他们出于神，你又阻止他们 ，Well, you will only find yourselves fighting against God 啊。所以，如果他们的现在因为没办法判断这些人，他到底是出于人的意思还是出于神的意思，如果你贸然你就去阻止他们，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出于神的话，那你没办法停止他，你没办法停止他呢 ？You will find yourself， 你就会发现你们自己是在跟神攻击神了，这个叫 fighting against God 啊，这样反而倒不好，因为你反而倒变成攻击神了啊。OK， 好，四十节 ，His speech persuaded them 啊，所以他说的这一段话，这个 his speech 是他说公开的这一段演讲呢，就 persuaded them 就说服了这些人啊，说服了众人。They called the apostles in，call in。把什么人叫进来，叫 call the apostles in and have them flogged 啊，给他们打了屁股了，打了他们，就是鞭子抽他们 flog 这个字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也是被 flog， 比拉多那时候也想就是把他打一顿鞭子，然后就把他赶走，本来不想钉十字架的，这个 flog 这个字有用到，Then they order them not to speak in the name of Jesus，所以他就命令他们不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话啊，发表这个 speak 的话是公开的，
发表言论，你不要再奉耶稣的名了。OK，and let them go， 就让他们走了。好 ，the apostles left the Sanhedrin 啊，这些啊使徒当然就离开了这些公审会 ，rejoicing。Rejoicing 是很高兴啊，他们很高兴 ，because they had been counted worthy of suffering disgrace for the name. OK， 因为他们呢，这件事情他们变成是 worthy， 他们是很配得的，很配得，配得什么呢 ？Suffering disgrace 啊 ，disgrace 是这种耻辱啊，他们等于因为受辱。等于受苦了啊 ，suffering， 他们是受苦，受苦的是因为什么事情受苦呢？是因为他们因为 the name for the name 是为了耶稣的名，他们而受苦啊，受辱，而且受耻辱了啊，这种事，他们反而到心里面欢喜，觉得说，哎呀，我们是因为耶稣的名而受这样的耻辱而受苦的。自己觉得自己配得啊，反而倒觉得自己的地位给提升了。你看，我因为耶稣的关系啊，我受耻辱了。好 ，day after day， 一天又过一天，一天天的过去。In the temple courts and from house to house， 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啊，在这个圣殿的这个 temple courts， 圣殿的院墙里面，而且 from house to house， 一家一户的这样去。They never stop teaching。他们一直都没有停下来教导人 ，and proclaiming the good news 。这个 proclaim 是宣扬哈，宣扬这个宣传宣扬 good news 好消息。他们把好消息传扬出去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他们传扬的好消息内容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OK， 好，我们这一章讲完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 Acts。ACTS 就是我们的书名叫《使徒行传》Acts Chapter 6第六章 In those days when the number of disciples was increasing 在那些天里就在那个时候呢 Number of disciples 这些使徒的这些数目是门徒的数目呢就开始 increasing 开始增加了Apostle 是使徒 Disciples 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信了以后就成为耶稣的门徒了就开始增加 increasing 增加 The Grecian Jews among them complained against Hebraic Jews okay? 这个时候 Grecian 是那些说希腊话的 Okay, 因为犹太人这个时候已经分居到很多地方去，有说犹太，有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 complain 是抱怨的意思，他们就抱怨，向什么抱怨 ？complain against 有关于这些Hebraic Jews，Hebraic Jews 是那些希伯来的犹太人就抱怨他们 ，because their widows were being overlooked。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注意这个地方 being overlooked 啊，这个是被动式哈 ，were being overlooked。他们的寡妇 widow 是他们的寡妇哈 ，widow。注意不要发音成 windows 哈，这个没有 n 是 widows。他们的寡妇呢 ，were being overlooked， 已经被怎么样忽略了，没有好好的照顾。In the daily distribution of food，daily 是每一天的。每一天发放食物的时候，犹太人是应该要照顾这些寡妇的哈，应该要每天发放食物的。发现说这些讲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说：“哎，你们这些希伯来的这些犹太人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的寡妇啊。”这些在圣经里面都是在犹太人中间的传统的习俗上，就是应该要照顾社会的底层的人，怎么没有好好照顾呢？Distribution 指的是发放啊，发放那些食物。So the 12 gathered all the disciples together. The 12, 注意这个 12 这时候大写啊，这个就是耶稣的使徒哈，这12个使徒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啊。All the disciples together, 把所有门徒都叫来啊，然后怎么说呢？It would not be right for us to neglect. Okay, 这样做是不对的。It would not be right. 这样做是不对的。Okay,
这样做不对是怎么样呢？For us to neglect 是我们什么事情不管它 neglect 忽视或者是不管漠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什么事情呢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of God. Okay,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of God 指的是说这个神的 the word of God 是神的道。Okay, ministry 呢就是说我们要服侍，要团契，要服侍，遵照神的道。OK， 我们如果忽视这个神的道 ，OK， 来做这个神的道啊，传神的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们不能把神的道给放下来。In order to wait on table， OK， 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够说为了要去等在饭桌边，等在饭桌边就是等着吃饭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传道的工作要做，这个是他们的 ministry of the word of God。我们是有服事的工作要做，我们是要传扬神的道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放下 neglect 是这个不做啊，如果不做神的道传扬福音的话，而去做发放饭食在那里发饭食，这个是不对的。好 ，brothers choose。Seven men from among you， 好，我们从这个中间选七个人出来啊，从你们中间选七个人出来 ，who are known to be full of the Spirit， 啊，这些七个人必须是条件是 full of the Spirit， 他们是被圣灵充满，而且是充满 wisdom 是智慧的意思啊 ，full of the Spirit and wisdom 两件事情，有圣灵充满，而且有智慧的，我们选七个人出来。We will turn this responsibility over to them. Turn over, 把这个转给他们做。也就是说，这个发放饭食、照顾这个寡妇这件事情呢，我们把这个责任 the responsibility 啊 turn over, 把这个责任把它转给他们做。啊，我们呢，十二使徒，我们是专心的，就是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发放饭食，照顾底层的人，这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这个事情了，因为放下这个，我们的体力都去发放饭食的话，就不能专心做我们的这个我们该做的事情了啊。所以 ，and we'll give our attention to， give attention to， 就是完全专心的做什么，关注什么事情。To prayer and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Okay, 所以prayer 啊 ，prayer 指的是祷告。我们现在的工作总要有个先后次序，所以我们的工作的对象重点呢就是祷告。Okay, 好。然后呢，我们另外还有讲，他说这个 ministry of the word 啊 ，of the word 这个 word 指的是神的道。Okay, 所以我们现在啊。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专心做传道的工作啊 ，ministry of the word 啊，把神的工作、神的事工，这个 ministry 指他们所做的侍奉、他们的事工，我们要专注在啊神的道的这个事工上面。OK， 好 ，the apostle， the proposal pleased the whole group。Proposal 是这个计划讲出来的这个计划叫 proposal 啊，他们所做的这个 proposal， 这个彼得说他们所提的这个建议，这个计划呢，就让整个一群人大家都很高兴啊 ，pleased the whole group， 取悦了大家，大家都觉得对，嗯，这样做对。They chose Stephen， OK， Stephen 呢是被选出来了，斯提凡。They chose Stephen， a man full of faith。And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个人是充满信心 ，faith。首先，信仰很纯正，充满信心，而且呢，他是充满圣灵的这样的一个人。Also， 其他的这些人都记载在下面。这些就是将来去发放饭食的啊，照顾这些穷的这个寡妇的哈、啊。Philip, Prochorus, Nicanor, Timon, Parmenas, and Nicholas from Antioch。啊，因为这个地方另外有一个叫 Nicholas， 他是从 Antioch 来的 ，Antioch 是一个地方啊。然后 convert to Judaism，OK，、okay, 还有一个 Judaism，OK，、okay, 他是从犹太教 convert 指的是他是转信的，
对吧？他原来信的是 Judaism，是犹太教，他现在转信过来的啊，现在是改信耶稣基督了，这么一个人。OK，好。OK，so they presented these men to the apostles. Present，他们把这些人呢就介绍给这个使徒啊，就是让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说啊，就是这七个人了啊。Who prayed and laid their hands on them？所以呢，使徒就怎么样就祷告，然后呢，把手放在他们身上，按手给他们祷告。Okay. 好，So the word of the God spread，所以神的道就开始分散开来，就散开来，传扬开来。这个 spread 就是传扬开来了。The number of apostles in Jerusalem increased rapidly. Okay, 整个这个门徒的数目就开始 increase 增加的。非常的快速啊，rapidly, and a large number of priests became obedient to the faith. 而且呢，large number 很大一个数目的祭司，所以很多的祭司他们也变成 obedient to the faith 啊，对于这个信仰，对于这个信心呢，这个信仰他们也遵从了啊。所以不只是一般的门徒，其实连祭司自己他们也信了这个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停在这里哈。